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eon，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，女朋友为了在男朋友面前呈现漂亮的一面，她必须花费多少金钱在保养品上面。拥有漂亮的女朋友带出门，路人看着你用着羡慕的眼光，走路起来都有风。或许你走在路上喜欢看漂亮的、可爱的，甚至是性感的。哦，我用错照片，我在这边跟各位说声抱歉。对不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直接切入正题。女朋友一天到底需要用掉多少的保养品？每天晚上他们必须在脸上涂涂抹抹，涂了各式各样的保养品。但是你真的知道他们涂了哪些保养品吗？现在让我来一一说明。保养品如下：化妆水、乳液、精华液、玻尿酸、眼霜、毛孔紧致霜、保湿面膜、洁颜面膜、水洗式面膜、去粉刺水、晚安冻面膜、身体乳液、护手霜、紧致晚霜，还有唇膜。天哪，还有吗？他们还必须了解许多品牌，从开架式的开始，蒂芬尼亚、绝世美肌、肌研、路德清、妮维雅、我的美丽日记、达特务、妮静思、维姿、水美眉、莱雅、白奥田、柯泽佳、魔法天空、伊朵、兰佩罗、庞氏、水平衡、水芙兰、自白肌、广元良，还有美肤娜娜。接着他们开始胃口越来越大，超えていってこそ女王としての道に進めるわけです。接触专柜品牌，品牌如下：迪奥、香奈儿、资生堂、SK2、高斯、雅诗兰黛、 Kiehl's、 倩碧、奥伦纳素、兰蔻、海洋娜娜、植村秀、屏幕宣言、嘉丽宝、苏菲娜、碧儿泉、纪梵希。做那么多男朋友，你要了解，以后你的钱就是他的钱，他的钱还是他的钱，因为保养品的钱永远是花不够的啊！就像你在外面看漂亮的女生，永远都看不够一样的道理。科科。